好，那个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就要开始哦。我先简单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那主讲人呢，他呢其实原姓杨啊、哦，那他的笔名叫诗成，诗是诗歌的诗，成是城市的城啊、哦。那为什么取诗成？等一下听他自己说。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他喜欢诗，他诗呢写得还真是不错啊、哦。那他是形象文学网的优写手。那今天呢，他原来是一个学教育的，现在也在从事教育。那他本身现在是高雄师大的这个中文系的博士班的候选人啊。这样的人，感觉上应该很古板，他怎么样讲广告？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怎么讲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是陈。首先谢谢各位对于诗的同好者啊，然后利用呢这个礼拜天这个美好的这个假期呢，来参与这样子的一次活动啊。那么我稍微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算是一个成长过程呢蛮奇怪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在求学的时候，以前那个读书，我是读高雄工专，我是高雄工专化工科的。然后，可是呢，我那个在五专的读书过程当中非常痛苦啊，因为那个工程方面的那个那些课业呢，我都非常的不喜欢，所以说呢，我就被当了很多的学科啊。所以说呢，五专读五年，然后呢，我是读了六年才毕业啊。读了六年了，那毕业之后就退伍回来，我就想要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呢，自己本身来讲又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兴趣。那自己想说啊，那可是将来应该怎么办啊？那我就想说，以前在那个五专的时候呢，就喜欢写写东西啊。那以前我们在高雄工专应该有那个学报，那还有刊物啊。那我就常常喜欢在那边投稿啊，然后有做那方面的编辑方面的事情。那我想想呢，那自己呢就跟文字呢结上了一个缘分啊。那就想说，那既然化工科化工方面的事情呢，那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兴趣啊。那因此我想说啊，那他们我想说啊，班上很多同学他们都去那个他们考试啊，那么他们都当然都是准备了技术学方面的那个课程。那我想插班那个我也没有兴趣。那我想说，以前那个有那个中文系啊，那我想说，既然我对文字方面呢有这个兴趣啊，因此呢我就去报考，去那个插班大学。所以说呢，我是有那个工科，然后转这个文科的啊，然后我插班大学就其实准备的时间没很多啦，但准备了三个月的时间啊，那大概才几个月时间，每天呢就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看啊，然后就想说呢，那插班大学要考四科，他们考国文、英文，然后文学概论跟国学导读，然后就相关的那个参考书籍就让他们看一看。然后就考就插班到大，我们说是考上辅大。那考上辅大之后呢，然后就在那边，因为插班二年级啊，然后在那边读了三年。那三年之后呢，就在那边算是比较用功啊，因为以前五专的时候很困难，都喜欢玩啊。然后因为想说这个学跟自己有兴趣的这种所谓的事物，那当然可能自己呢学起来就会比较用心。然后因此毕业之后呢，就继续呢考这个研究所。那很幸运的就考上那个台北师范大学那边。然后台北师范大学这个毕业之后就回到这个高雄这个地方来，就从事教师方面的工作啊。然后现在呢就继续还在高雄师大那边读那个博士班。可是我也很困难，因为最近啊，好像对于写那个学术论文呢，好像就觉得很累啊，然后所以说我已经请了六年了，还没毕业啊。这个啊，那这个这个是大概就稍微自我介绍。那本身来讲，对于诗啊，因为我本身是研究佛学的，那我大概有出了两本有关于佛学方面的书籍啊，
就是我本身比较这个从那个研究所，然后跟这个博士在这个博士就学期间呢，要专攻方法，专攻方面是同学。那对于诗产生兴趣，其实我是蛮晚的，蛮晚的，我是大概在45岁的时候，现在50岁了，大概就近5年呢，才开始就说啊，对。想说现在这个网络呢非常的兴盛啊，那网络呢就有很多的那个文学网嘛，那本身我比较常常上的文学网就是那个崔古崔诗论坛跟那个西汉老师的那个西汉文学网嘛，那大概在3-4年前呢，我也有在那个崔古崔那个地方呢，那个担任的版图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是另外一个笔名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刚才有那个广告那些什么那个海诗的，本身我最早的一个这个笔名呢是那个烈海，然后到这个所谓的西汉这个地方呢，然后就改一个名字啊，叫做了这个所谓的诗城啊。那其实啊，假如说取这个笔名，当然是有一些的这个用意啦。那当然是所谓的练弹的话呢，那当然表示了这个我本身来讲喜欢弹的，我也喜欢运动啊。另外一个刚才喜爱老师在讲所谓诗城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其实也没有啊，就因为喜欢诗啊，他希望呢这个打造一个，如果说当然是自己就希望呢在这个诗的国度里面呢能够呢这个拥有啊，然后就取名叫诗城这样子啊。那其实到底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别用意啊。那这个很简单的开场白呢，很简单的先做一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那接着我们看就是进入到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就讲到了这个诗与这个广告宣传。我本来呢这个想先放一部呢这个影片啊，影片啊。这部影片它在过年期间呢，过年期间呢，那个电视呢有这个强力在那边呢放送啊，那是那个江蕙的这个温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啊，这个是有关于的金门啊那个金门高粱酒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啊，那这个广告呢啊，这个广告其实它是一个歌，然后呢借着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呢这个非常有诗情的呢，把那样子的一个酒，然后可以把朋友之间的一个情谊呢拉近拉近呢，然后呢做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啊。那本身来讲呢，温的呢这虽然是一首歌，可是对我来讲，我会把它看成其实它也是一首很不错的一首诗，很不错的一首诗。如果说我们去这个看他的一个歌词，因为这部影片一个小时，其实这个文的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歌词。我用唱的，刚才喜爱老师呢也特别介绍啊，就说就好像是7月份还是哪一个诗人说他是那个歌手。本身来讲呢，我也很喜欢唱歌啊，以前的年轻的时候呢，也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啊。那可是呢，这个当然没有得名啊。但是呢，现在最近呢都在研究呢如何唱歌。可是我现在发现到一件慢慢的呢。我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写诗，然后还有研究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到呢，艺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艺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子一个特性。那这个特性，你只要能够呢把它抓住的话呢，你就能够呢把这个所谓非常美的那一个层面呢，把它呢表达出来，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也许会这样子讲，写诗到底呢难不难？或者是呢唱歌呢到底难不难？我们从呢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从唱歌，然后我们来讲到呢这个写诗好了，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诗呢跟这个广告呢，看它如何做
一个结合。那我先从呢这个唱歌这个层面呢来稍微讲说了，这一两年呢，我跟我朋友呢在那边研究的一个心得吧。唱歌，我想大家都会唱，这是很自然，因为我们都有声带，然后我们都会吟唱高歌嘛。然后写诗呢，诗就是借着那个文字表达，我们当然会写文字，我们当然也会写诗。唱歌我们也会，写诗呢我们当然也都会。可是呢，我们要把它说唱歌唱得好，这就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样的呢，写诗要把它写得好，也不见得就是每个人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我先讲从唱歌这个地方讲好。以前我觉得呢，唱歌其实呢它是呢好像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要跟着那个歌词，然后跟着那个旋律啊，然后呢这个去这个唱，这样子就好了。哦，那其实当然也不难啊，其实也不难，可是它有一些关键点呢我们要抓住。就好像写诗一样，写诗呢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情感也是不难，可是呢我们有那些把那个观念也能够真的把它掌握住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呢把它呢写得很好。那比如以我们讲所谓的歌唱来讲，歌唱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发声呢有些他们都讲所谓的发声呢要在当天啊，然后我们要唱歌啊，这样子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借着气啊，然后呢把那个声音呢把它呢这个表现出来，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要怎么唱，我们都知道唱歌啊是这样子唱，可是要怎么样子唱才会把它唱好，那跟我们平常讲话的话呢就有点不太一样。就好像写诗呢跟我们所要呢这个用平常的文字表达呢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唱歌的话，你要把歌唱得好你就要会呢用你的身体里面的气去唱，你要用你的气去把它唱出来，那声音的话就有力量。你不要看那个姜蕙唱的那个温温的，你听他唱的好像很温婉，可是呢那里面有非常的有力道，因为他是用身体里面的那个气去唱。然后呢他的很多一个歌曲有他的旋律，然后你要能够把那个旋律呢去让他呢表现出来呈现出来啊。所以说呢唱一首歌的话，你那个气呢要能够断，然后呢一首歌从头拉到尾，从头拉到尾，然后呢用身体里面的气去，所以说变成呢你直接在那唱，可是你身体里面的气呢要把它定型，然后呢你然后把它表现出来的话，那歌曲呢就能够呢唱得很好。比如说呢我们看一下呢这个他那个基本广告里面，这里有那个温的这个歌啊，然后这一首歌我会觉得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广告，可是呢它歌词的那个意境呢写的呢非常的好啊，因为它这个它是用那个虽然说写的是国语字，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国语念的话，可能就没有那种韵味了，因为它这是用台语去表现的啊，所以说我就用了这个台语，然后呢把它稍微的这个讲这个意思啊，对吧？然后同学呢，这个你慢慢去体会呢，这样子的一个它是文字声音画面然后结合的一个广告。我有那份来临前的光。
心内痛苦，阮为爱只陪阮阮的手，阮阮阿行，继续人生的故事，阮阮阿看，看袂去亲像一张梦，阮阮阿坐。我敬你一回，敬诉伤心的无奈的心情，一切其实咱关心的可爱也搁有真多，敬诉未来的不惊伊困难有多，咱的人生。我们看一段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影片当中啊，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这是一部广告啊，一部呢这个金门酒厂的广告，然后呢陈子鸿呢，然后呢这个所做的曲，然后由嘉惠演唱，然后配合呢这个画面，然后呢把它呢呈现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呢，非常的温馨。然后呢，我们看完之后呢，其实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感动，这种感动。然后这样子的感动，其实呢，他当然就达成了呢他想要呢宣传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哦，所以说，那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当中，那结合其实对我会认为它结合的非常的好。有歌，然后呢有词，而且我们注意一下他的那个词呢写的呢非常的美，其实呢就好像呢诗一样，我慢慢的呢去念他的这样子嘛，我们那啊我们那一边去回我们那去我们那干，然后呢他的人心的告诉然后我们那去就说我快乐，他比笑；我有那笑，你醒来痛苦。那种歌词那种意境，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文字，但是有那个旋律，然后呢，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你的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就会打断你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那所以说呢，这个广告，如果说呢，当然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呢，还带有呢。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诗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的话，哦，那时代呢，那当然就会产生了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效果啊。然后呢，在要来演讲之前呢，我就呢先发了啊，大概的一个很简单。其实这广告这种诗的这样子的文字运用在广告里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上呢，大部分的场景都可以看见得到。啊，看得到，只是呢，大部分他们可能都只是一些简短的两三句文字而已的，啊，两三句文字而已。可是呢，他所达到的那个效果呢，却是呢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那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大概翻了一下呢，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广告，然后呢，这个现在广告很多都是有关于呢这个房地产的，然后呢，大概可以给同学看几个呢他们广告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像这个广告就是非常的传统啊，就是把他们那个盖的房子建筑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他们就没什么特色啊。我看了这样子的广告啊，然后我们不会想要啊，最近有没有看一看啊？然后不会想要去呢，哦，虽然说呢，他把他的，啊，他把他的这个拍摄的，把他弄得非常的，但是我们看过去呢，我们可能花啊，因为可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我自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我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经济能力的话，那当然呢，啊，买不起这样子的一个房子，所以说我们看过去呢，啊，然后呢，这个，啊。
就把歌在那边，因为现在广告呢也是在那边多了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广告啊，啊，那当然最近有点太多广告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呈现的。可是呢，说真的，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去打动我。虽然说呢，他拍的呢这样子的画面呢非常的美。同样也是建筑的这样子的一个广告，他就用的呢比较温馨一点。啊，温馨一点啊，然后呢，他啊，他的房子啊，弄得很小，可是呢，啊，他用一个呢，这个小孩子非常啊，他的这个袋也是抓的啦，啊，不知道从哪里抓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相片，让我们感觉到很温馨。哎，这个小孩子好可爱啊，啊，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然后呢，他当然想要这个营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呢，就是呢，就说啊，我们要的这个。这个买一个非常温馨的窝，然后我们可以养这样子的一个小宝宝啊。那这样子的广告啊，它当然有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温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在看到这样子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呢多停留一些，然后呢多去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一些。但是呢，它的文字太长了啊。那他的插写这边啊，他这边用的这个文字啊，啊，他画面还蛮不错的，可是呢，他这个文那个这个文字呢，没有我们大家会去如果说我们会对这个比较呢，这个认真一点的话，那当然就去看一下啊，这里面写什么。但是他里面写的是这样子。赋闲在家，便想褪尽一切的风华荣光。此刻，您只想当一个单纯的素人，返璞归真。就连您的皮肤也该真正的透露出，然后呢，假设有这里的玻璃什么的，哦，那大概就是呢，介绍呢他们这里的这个可能所盖的房子的一个特性啊，哦，那文字呢，其实写的呢，就我如果说我就会认为呢，写的呢非常的差。然后呢，没有办法去搭配呢，它所呈现出来的呢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画面。所以说呢，我对它看了多看了几眼之后呢，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啊，又把它呢觉得哎比较好一点的，但是呢也够呢让我这个所谓心动。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像这个大部分都是那种。纯粹的这个想说周遭有什么样子美好的环境呢？那当然也是呢，这个弄一些图片而已。然后这个大概都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精心的那种规划了，然后也没有把它做到，所以说这个感情的这个也不想看。那但是呢，在今天的广告当中呢，我就有看到一个呢，就是说让我觉得这个广告设计呢。然后呢，做的呢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很简单，这个是一个，他，他那个画面的一个主轴呢，是一个厨房里面的一个设备，但是呢，重点并不是在一个。他所呈现的那个厨房，而是呢，他里的文字啊，哎，我念给同学听。这个恐怕是这个大概也是呢，高级的住宅。大家看一下你的这个都一样啊，这看起来好像就是呢，那个非常啊、哦、非常豪华的这样子的一个住宅啊。然后他的旁边里面呢，周遭呢还有呢那个很特殊，你看他所。造的呢，周遭环境里面的那几栋建筑呢，都非常的特殊啊，表示呢，它的这个地点呢，应该是呢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人文气质哦。所以它要给你的，但是我这一，你住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去地方是哪些哦，你就看到这几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然后它没有呢。哦，没有呢，在城乡，然后他就弄一个厨房。可是特色是在什么？它不是只有我们讲了一个好的一个广告，除了
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金门的那个顾问的那个一样，它除了有美的音乐，有那个温馨的画面，啊、哦，然后呢，它的歌词也非常的迷人，那就是所谓的诗的文字啊。然后呢，它能够呢，这个敲动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弦。同样的呢，这样子的一篇广告，它有一篇呢非常好的文字，非常好的文字。我大概念给同学啊，应该我想想说对视的其他者，因为我在啊视的其他者啊，就是念给了这个大家听。然后呢，它的标题呢是这个抚慰，抚慰。他讲呢，那些心情，那些心情，啊，那些我们人的那些心情，需要出口的日子，经常在深夜里，烤箱的灯啊，烤箱的灯就亮了。那温柔的光，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自己。尤其是分身于家庭与工作头几年。揉面团等待，时间就走到了半夜，仿佛是一种固定的仪式，望着烤箱微光，与随时间膨胀的面团，心情就在那个时刻长出了美丽的花朵。你看，心情就在那个时刻长出美丽的花朵，长出的美丽的花朵在哪里？在这个厨房。你看，它就有这个厨房，啊、哦，然后呢，所以说它打的，哦，这一个呢，这个广告打的是什么？它有一个可以让女人舒适，然后呢，在那个地方长出美丽花朵的地方，你在那边烘焙，然后呢，在那边呢，啊，在那边呢料理。然后呢，料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你很愉悦的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时光，这就是什么？就是诗与广告的一个结合。它的画面其实呢也并不特殊，哦，甚至它也没有用的很美美的，它也没有，它就是用了一个呢厨房的那些。可是呢，这个很。哦，一个平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厨房，可是呢，哦，这个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诗的文字，然后呢，很，哦，那个很契啊，然后呢就把啊把那个很那种很就是所谓的温馨，然后呢很美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呢结合，然后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广告。所以说呢，当我在看这个广告的时候啊，我就特读里面的那个文字，然后去啊感受到呢，哎，这个广告呢，它想要传递出来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讯息？那么它就比呢原先的哦，把那个哦我们看到的啊照的这个美美的啊，然后呢这样子的啊照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没什么，这个照的这样美美的环境，那个能够呢这个打动我啊，那个因为这个很多的建筑广告呢都是他都告诉你环境这样子，可是呢那样子的话呢都是太肤浅。而没有那一种所谓的深刻的内涵，啊，那我们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呢，广告，啊，对，非常充斥，到处都是广告的，啊，广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信箱里面呢，有很多贴的，然后很多宣传，然后我们走到街头，到处是广告，然后打开电视呢，也到处广告，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呢充斥的这样子的社会当中，那你如何呢能够呢让这个所谓的周遭的所有的人呢对你呢能够呢这个多加的停留，然后呢对让你呢能够留下呢更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啊，那诗。啊、哦，诗它其实呢，也可以，我们不能讲说它是唯一啊，但是它也可以呢，在这个所谓广告当中呢，要扮演一个呢很重要的
这样子的角色嘛，啊，很重要的角色嘛。那所以说呢，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概就是说跟同学讲，哦，诗歌广告其实呢，它啊，它是可以呢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的。那好，那我们呢就是大概同学都有拿到呢，啊，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奖励啊，啊，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奖励啊。那当然这个奖励呢，那同学在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文字里面也都是，也不是我自己写的，我大概就是找一些资料，然后做一种所谓的结合啊，然后大概就是说希望能让同学让各位朋友啊，然后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啊，然后至少可以带一些东西回去啊。那广告的定义这个先不讲，我们先来讲刚才一直在讲所谓的诗，我们在先前的时候就跟朋友们大家就已经稍微聊过，其实所谓写诗呢它是大家就是用文字呢去表达一种所谓的情感，这用文字表达情感，当然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可是呢要把它怎么样子把它学好，哦，这样把它写好，那当然呢它当然就会有一些呢有一些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那个钥匙啊，那你要把那个钥匙能够呢这个把它这个找到，然后你才可以打开呢那个所谓那个。诗里面的这样子的呈出来这样子的宝藏吧。那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呢很简单的呢，也跟同学我都习惯了，这个每次讲一讲，因为在课堂上讲课了，每次都讲到同学，然后不自主的呢，就为了同学两个字呢，这个就出口了啊。那应该是讲了各位朋友了。那就跟各位朋友呢稍微介绍一下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诗啊。那诗我这里面呢，就当然就是很简单的举了几个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啊，几个定义啊。那第一个定义呢，我们就从那个比较早的老祖宗的最早的啊这样诗序里面呢，它里面就讲什么是诗呢？啊，它这里面就讲到诗者，字之所知也啊，这里面这个是文言文啊，它就讲到了所谓的诗是什么啊？诗呢就是字，所谓的那个字啊。这个字呢，它就是一种所谓的情感；诗呢，就是一种所谓啊。那后下后面的所知的知是那个网，那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诗呢，它就是呢情感的网呢是前往，也就是说呢呈现出来、表达出来。诗呢，它就是一种所谓的你内心里面的情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表达。啊，表达，那这样子的一个诗的一个所谓的定义呢，当然就比较广泛的啊。比如说我们刚知道了，情感的表达呢，那当然有很多，也不见得就诗哦。那比如像现在呢，有很多散文的一个表现情感啊。啊，那甚至呢，我们当然所谓的歌唱，还有很多种各种艺术的话，都是在表现的情感。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呢，那当然它可能就比较笼统一点。啊，笼统一点。可是这里面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它是一种所谓的情感，啊，情感这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写诗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什么？就是呢，我们真性情、真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啊，这是呢很重要的。从古老的这个定义里面，那我们就已经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东西了。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在这陆机的文赋啊，他啊也有对啊，接着呢对诗呢又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他讲到呢，文赋里就提到诗缘情而其名，缘情当然就所谓的呢，也是呢这个依啊这个所谓的。依据着呢，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情感，可是这里面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来，而其拟，所谓的其拟，它讲的就是一种非常华丽的意思啊，华丽的意思。那这里的华丽意思，当然指的就是文字啊，啊，文字的一种华丽。所以说呢，它这里对诗呢，又有哦，把它缩小范围去定义它了。
他讲到了所谓的诗呢，它是呢，这个所谓的呢，用文字表达你内心的情感，但是呢，表达情感的表现方式呢，你势必要用的比较华丽的这样子的文字呢，去把它做一种所谓的呈现。哦，他第一是这样子，但是什么？哦，华丽的文字，华丽的文字是什么？华丽的文字是什么？哦，这个也是常常这个所谓纠结，就是我们一般啊，就是我在写诗创作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我们困扰的。哦，我们想用美丽的、华丽的文字呢，然后去做表达，那怎么样子才是华丽？啊，华丽，然后就用很多形容词嘛，啊，然后用很多的那种那种堆砌，然后用名词，那叫做华丽吗？不是，啊，不是。那等一下我们会接着来，后面会再稍微做一些介绍，然后接着呢。这个白居易里面啊，他就又对所谓的诗呢，又有做一个定义啊。他讲到所谓诗者，根其苗言，华生实意。哦，那这里面呢，诗根其，那是所谓的呢，就是所谓这个根源于我们内心的情感，跟前面一样。然后苗言，那是所谓用语言文字呢，去把它做一种所谓的描述，这里还是前面的部分。那华生要用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声调。哦，声音，啊，然后诗意，这里面呢，白居易还有提出呢一个另外一个特别东西，就是什么？他要有真实的内容，真实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跟那个所谓的价值啊。所以说他这里面就提到，哎，诗不是只有表现情感而已的，诗也许呢也有他的一个所谓的那种社会的。哦，社会的那种价值，哦，这个价值当然就是为什么？也许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这个讲到，哎，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用途啊，哦，用途，那这个用途当然就表示什么？哎，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比如说借着诗，然后呢跟广告的一种结合，做什么？诗意，也就是诗，它也可以传递讯息，然后表现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意义。那当然，白居易写在这里，他当然因为他我们如果读那个稍微知道那个中国文学史的话，也会知道所谓白居易是所谓社会诗人啊，所以说他认为呢，这个写诗，他这个也就是说呢，要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他的诗意的一个定义的，就反映社会现实啊，然后呢，把呢这个民生的痛苦之情啊表现出来，然后让这个上位者呢。能够呢，啊，能够知道，然后有所感激，这是他实意的一个定义。可是我如果用到现在的话，把控其实实意就是说他，诗也可以有他的一种所谓的目的啊，除了表现个人情感，也有他另外一个你可以，啊，你可以呢这个表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上的那种公，其实是我们现在用比较公益性的来讲。啊，公益性的那个来讲，那其实呢，它也可以呈现的一部分，啊，也可以呈现这个。然后呢，这个像桑德堡讲到诗是一扇门，一开一合之所见啊，那大家就讲到啊。然后呢，庞德讲诗集谜语啊，为什么他要讲呢？这个诗集谜语，因为我们看如果说看很多诗的话，我们就发现到，哎，到底作者是在讲什么啊？到底作者呢，往往呢，这个创作者呢，他会呢。这个好像这个建造了一座这个迷宫之塔一样，然后呢要让我们在里面呢这边绕来绕去，然后呢这个很难走出来。可是呢我们讲，当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走出来之后啊，然后其实呢我们的那种喜悦呢，那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啊，所以说这个讲到诗集名义的讲的就是说诗呢，好像能借让读者呢能够回写于呢那个时候文字迷宫当中，然后去探索。他这个讲的就是说诗呢，他可以让读者呢，然后呢去探索，啊，然后呢这个像什么弗洛伊德讲到什么，这个一首诗是
开始你的喜悦终于习惯治不了这个大家这个同学比较懂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定义啦啊。那比如说像那个王孟欧在这个文学概论里面提到，所谓诗呢，它就是一种所谓意象的一个语言，哦，意象的一个语言，哦，那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讲到诗有几个这个定义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诗它是表现情感，诗呢它是要用华美的文字呢，然后去把它表现出来。那诗呢也有它可以呈现的一个它可以呈现的一个意义啊，哦，就这样。那诗呢它当然不是很直接的就把呢它告诉你的东西然后呢很明白的，然后告知你，而是呢怎么样要让你呢像这个所谓的在这个迷宫当中呢在那边游走在那边游走，那然后呢借由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探索，然后呢去发现你去发现那从此我们当然就可以了解了，诗有这样子的几项这样子一个特性。那这样子的一个几项特性呢我们借由了这个借由了这个王孟欧的文学概论里面提到，他讲诗是一种所谓的意象的语言的一个呈现，这个很重要的就讲意象出来。那我们首先这个意象意象当然就所谓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作者呢他把他的情意呢寄托在那一个所谓的画面当中寄托在那个画面当中，然后要把你带进去那一个情境里头，带进那个情中经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华美的文字。所谓的华美的文字呢，它不是用很多形容词，你不是堆砌了我们就像汉夫一样堆砌了很多的形容词呢，那就是表示你文字的华美不是吗诗所谓的华美的文字就是什么，它要用意象去呈现，而不是直接去表达。这种所谓用这种所谓的意象的文字去呈现，那就是什么，比如说呢比如说呢我们就用刚才呢这样子的一个等一下就我们再介绍那各位大家大概就稍微了解一下，那也就是说呢诗的一个表现呢，它就是一个它要画面呈现给你很多的画面呈现给你，然后呢让你呢走到那个画面里头，然后呢带着你去感受那一种情境，然后让你自己去体悟。也就是说呢它不是呢告诉你诗，它不是告诉你什么，而是呢它让你自己去体会什么。我跟他讲呢我告诉你那什么好像有直接直接呢把东西呢丢给你了，哪个地方有什么，然后呢我的记忆是怎么样然后呢又是怎么样子的过程这个是通常我们在这个写作的散文或者是呢很多的那种文字的表现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在学理律一样或者在做什么报告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告诉对方我有什么，然后呢我什么样，我有什么样子的经历，然后经过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些什么发展然后我的想法，我的期待那是什么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就所谓我们刚才讲的，那就是所谓的我要告诉你什么。可是呢诗它不是呢它不是我要告诉你什么，而是它去经营很它经营它借着文字，然后把很多的那个画面，把很多的那种那种氛围，把很多画面那种氛围呢，把它呢宣传，把它铺陈，把它呢这个时候营造出来。那营造出来之后，它没有呢直接告诉你我要表现什么。就好像我刚才不是有听到那个抚慰那个广告
那个求暖，他没有告诉你就说要什么，而是什么让进入到那一种所谓的情境当中，让你呢自己去体会那样子的一种那种我们讲那种心情然后让你自己去发现这就是所谓的华美的文字，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所谓前面不是讲所谓诗缘情而情语嘛，它当然也是一种情感，可是呢作者呢他在这个所谓表现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要那种所谓营造那种氛围，然后描写出呢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画面，然后那种画面甚至可以是他想象出来的是他经营出来想象出来的，可是他想象出来的那种画面就好像呢现在呢台北呢有这个所谓疯狂大力战大力的那个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者，他很多的画面也是所谓的他想象出来的所以说那种很多的那个文字你也可以呢想象很多那些画面，可是他想象的时候呢他没有告诉你他要表现什么，他没有，就好像你去看那个达利非常有名的那个永恒的秩序，他那个画很像那个奶酪的那个钟然后那个手院很像奶酪的那个钟，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可是他把那个画呈现给你那个意境给你，然后把你带，然后让你去呢让你去呢感受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现在不是有那个常常讲所谓的诗呢诗的就所谓的往往是什么作者呢他写完了之后就说作者已死，现在他的很多的那个现在很多的那个写诗的那他们就会讲到所谓的作者已死的概念，那这样子的概念呢其实就表示什么当一个创作者呢他呢把他的诗写完之后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把那一种画面他把那种氛围他把那种情感然后呢好像图画一样然后呢呈现在你面前，那呈现在你面前之后那什么就没有他的事，然后呢就让你自己进去，你自己看，你自己走进去，然后你自己去发掘，然后你自己去感受。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就会讲到了所谓现在就很多人讲的所谓的每一个读者呢也都是诗的再造者每一个读者呢也都是诗的再造者一样，因为呢当他去读这首诗他就个人自己的领悟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体会那有这样子的领悟有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跟作者无关，那你可能怎么样你可能你领会的跟他领会的跟他另外一个领会你都不完全，可是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本来作者所谓的前面讲意象的完美就是这样子，他只是把你带你进去然后呢个人的领悟呢自然而然就会有所不同，同样的一幅画同样的一幅诗同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我们大家讲我们刚刚不是在讲吗，一首歌每一个人唱的他的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不一样，这就是当作者把那首歌曲创作出来就好像呢这个哪一个人他演唱的跟哪一个演唱的风格就不一样风格就不一样，因为呢当他去把它表现的时候那就是属于他的跟作者就没关系那同样诗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呢同学各位朋友那大概就是说你就是听我这样子的稍微这样子的解释，你大概对你所谓的诗呢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种所谓了解所谓的诗呢它不是要告诉你什么而是呢它呈现什么让你自己去领悟让你自己去体会让你自己去体会然后诗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来广告呢当然是现在我们从前面我们讲现在是一个广告充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
那广告的定义当然就有很多啦。那这里面的像这个美国市场这个营销协会呢，他都讲到所谓的广告呢，它是一个广告主在付费的条件下呢，对一项商品一个概念的服务呢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加以说服、改变或加强消费者的态度或行动，而达到良好的回馈作用，就是广告。那广告它当然也有了，比如说呢这个盈利目的的，比如说这是我们最常通常呢这个接触到的，那比如说卖什么东西的啦，啊，然后呢推销什么东西的啦，啊，那当然呢它为了这个达到呢它的呢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成效，那当然呢他就要广告让呢一般的人知道，然后呢他传递了这样子的讯息之后，然后呢接收了，然后你觉得有需要哦，那他打动你，然后你有需要的话，那你当然呢就可以去购买了他的这个商品哦。这个是通常我们讲的呢这个广告呢这个它的呢这样子的作用。那当然除了这种所谓我刚才讲到所谓的经济上的一些效用之外，那其实广告当然它有很多种啊，有一种就是所谓资讯的传递啊，资讯信息呢，其实它也是广告啊。比如说呢，我刚才讲，比如说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许它没有经济的一个效，可是让你知道什么，那它这一说，就好像我刚才讲，比如说那个喜安老师啊，这个他举办的这样所谓的呢，诗与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然后喜安老师都非常的用心啊，然后都制作这么好的呢，这个所谓的广告宣传啊，啊，这个也是什么？啊，讯息的一种传递啊，那当然这也是广告它的一个效果。所以它除了有这种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之外，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讯息的一种所谓的传递啊。那当然广告有的时候呢，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所谓的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广告呢，那当然有很多的像所谓的政府部门的啊，他会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广告啊，就是广告。然后呢，这个一方面呢，一方面呢，它传递呢，这个所谓政府的有一些的怎么样子的一个作为。可是呢，一方面呢，它当然也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接收了这个一般民众的这样子的讯息，然后呢，它好的做一些反应种种的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广告啊，它当然呢。这个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呢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效用啊。那接着呢，我们来讲广告有这样子的效用。那我们刚才又稍微介绍了这样子的一个诗。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所谓的广告呢，跟这个诗呢，也就是说诗跟这个广告宣传呢，它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结合啊？怎么结合啊？那诗呢？它呢？我们就看到诗与广告宣传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诗呢，跟这个广告啊，最早的部分啊，我们刚才讲，大概都是从那个所谓的标题啊，这所谓能够这个那个，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在接受讯息的时候，第一眼的话啊，就是从那个比较显眼的地方，那就所谓的标题啊，那个地方的开始。所以说呢，当然很多的那个标题宣传呢，它如果能够用一些呢这个所谓诗的文字呢，然后呢去做一种所谓的表现的话，那当然它就可以达到呢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呢，我在呢这个台南那个地方，那常常呢就有经过那个台南火车站嘛，火车站，那那个火车站那个地方呢，就处于一个不要吸烟的这个无烟啊，这个无烟城市啊，这个打造呢，府城呢无烟城市的
这样子的一个戒烟广告的一个所谓的宣传啊，宣传文字。可是呢，有几个它那里面呢，在这个几个文字当中呢，就它里面有很多讲所谓的什么不抽烟不抽烟，那个大概我就比较没有注意到。可是我比较注意到的，它里面呢，它用的这四个字啊，然后呢，就让我呢，就有那样子的一个好像被他打动了，被他吸引到一样。他是讲所谓的呢，前面我大概忘记了，可是他讲的是四个字啊，脱颖啊，这个什么脱颖而出啊。后来脱颖而出啊，我们刚才就想到，比如说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为什么就某些人呢、所谓的脱颖而出这样子嘛，啊。可是呢，他那个叫你先这个戒烟广告说了，戒烟不要抽烟呢。他这个既然讲所谓的脱，他既然用了所谓脱掉脱，那瘾就所谓戒烟成瘾的瘾而出嘛。哎，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时候，你突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脱颖而出。他告诉你什么？当我们脱离了戒烟，脱离了戒烟之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呢，走出呢很愉悦的这样子的文化，很愉悦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然后就让我觉得，真的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就比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常常在那个香烟广告里面打什么的，那个好像更能够呢去打动人。这就是什么？它当然不是很多呢。很多最先就所谓诗跟那个广告的一个节奏，它往往只是在什么这个短短的文字当中，然后呢借着呢那种所谓诗的这样子的一种文字啊，然后去打动你，然后呢去触动了你的心弦啊，让你呢有呢特别的然后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呢，那当然呢诗跟广告往往就是在那种什么标题里面呢去做呈现的。那你说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常常可以就我在这里面就引用了呢几个呢那个文字广告比如说呢他这里面就提到幸福到每一站到每一站都会下车啊。这个是在真空里面呢，他的用呢这个结婚的然后呢你呢就能够呢在当你下车之后呢，然后找到你的幸福一样。这部广告它的用的就非常好。然后你看呢这个像那个盖耶稣的它是什么台北它的讲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台北最绿的一扇窗。最绿的一扇窗这个让你呢你会有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然后呢讲到所谓安全的方向盘是回家唯一的路然后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要喝酒不要喝酒。然后他就讲到了新的爱情不会打劫新的爱情不会打劫这是洗衣机的然后呢这个补习班这个呢讲到当世界已被落榜的黑暗所覆盖，谁来为你重新点燃希望的火把呢这是什么不失败你如果联考失败的话然后他当然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广告。有一些比如说像补习班那是什么当然他要宣传希望你呢这个落榜的考生呢不要呢失去了的希望你还可以呢重新再来只要来我补习班的话呢我们呢会重新呢让你呢燃起希望的火把，让你们重新呢找到你人生的光明，找到呢这个台大的路所以说他讲到，可是呢，所以说呢，你即使呢考不好然后没关系，到这个地方来你依旧能够找到你的希望这个你看这个非常好。然后呢，像这个别墅的别墅的征婚启事的这个当然是什么洗衣机，这里面大部分有那家广告。像我们介绍的这几包补习班、洗衣机、别墅、征婚启事这些那当然都是属于呢这个什么一个关于经济方面的宣传嘛就是说他们当然希望你购买什么然后你来做什么。那当然也有我刚才讲到的所谓的那种
作为一种所谓的沟通，也政治沟通平台的广告，比如说像这个哦，那讲到开车不喝酒的，哦，这就是一种讯息的传播。刚才讲到广告，它除了有它经济效益，那当然它也有了这种所谓讯息传递的这样子的功能。它没有了功利性啊，但是呢，它希望啊让这个一般的民众呢能够呢体会什么，了解什么。好，然后呢，能够呢得到怎么样子的讯息，然后不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安全的方向呢是比较迷糊。他告诉你怎么，这个所谓的呢，这个喝酒的时候就不要开车啊，因为如果开车的话，啊，那也许呢这个就不安全了。所以说他用了安全的方向盘，啊，这个非常的好，安全的方向盘，它是会这样的路啊。那这些啊，就是什么，就是呢，已经在我们就已经可以呢。这个了解到现在的很多的广告宣传呢，它都已经在用一些呢，哦，这个所谓的呢诗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呢，用诗的这样子的文字呢，然后呢来做一种讯息的一种传递，啊，来做一种讯息传递，然后呢希望能够呢加深读者呢，啊，加深读者呢他们的这个印象。啊，加深读他一下，然后呢，让他的脑海里面呢能够留下这个比较深刻的，哦，深刻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啊，那样子深刻的一个画面。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几个呢，这些标题啊，那么很显然的呢，它都是以诗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呢做一种所谓的宣传。那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呢，那就比呢什么这里就像什么城市新贵啊，品味天成啊，然后呢用这个所谓的呢雄霸台北办公据点啊，五分钟抵达市中心啊，什么等等的啦，那些广告呢来的啦，啊，来的让你印象深刻。因为呢它不是只有也就是说当它在讯息传达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而是让你什么，让你体会，让你去感同身受。哦，我们看一下，五分钟抵达市中心，它什么？它啊，这个当然也是呢，房地产的广告，卖房子的广告。它告诉你，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很便捷，很便利，啊，它告诉你什么？可是我们看一下，台北最绿的一扇窗，它要告诉你什么？它不是，啊，台北最绿的一扇窗，它。他要你走进去，他要你呢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呢，啊，开窗之后发现到呢最绿的，啊，最绿的，然后呢最舒服的呢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两者之间的一个那种所宣传效果呢就不一样，一个是告诉你什么，啊，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平常的那个文字啊。啊，平常的文字啊，讯息的一个传递啊，那可是另外一个，它不是要告诉你什么，而是呢，希望你体会什么，希望你体会什么，啊，那这我告诉你什么，跟希望你体会什么，两者什么样啊？两者呢啊，两者之间从自然而然是后者比较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已经，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讲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到处充斥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说，那些讯息太多了啊，很多呢，常常呢，不管是我们看报纸，然后呢，啊，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啊，很多的讯息都传递给我们的，啊，这样子的哦，吵吵闹闹，体育的呢？啊，体育的人都是怎么样？然后社会新闻都是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太多的讯息传递了。然后呢，我们往往啊，接收了那么多的讯息的时候，我们麻痹，所以说那些效果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的呈现出来。可是呢，当你用诗的文字去做呈现的时候啊。啊，他不是要讯息，他是个什么呀？哎，我带你到哪里去？
我让你去感受什么。那因此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眼睛就会多停留一天，然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希望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比较难去接受这样子的讯息。这个自然而然就是什么？当广告跟这个诗能够呢结合的时候，自然而然呢，对于呢消费者来讲，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他就容易呢，他就容易去接受它。自然而然呢，这也达到这个时候达到了我们所讲的那一种所谓广告宣传的那种所谓的效果。所以说呢，这个诗，诗呢，它其实呢，也可以帮助呢这种所谓的广告宣传，然后呢，这个达到了那种所谓的让人，让一般的消费者他的印象呢，能够更深刻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目的，让呢这个我们一般的人然后呢，愿意呢去接受这样子的一种讯息。但是呢，我们来讲。前面我们就讲，就前面这一部分还其实我必须平心而论了，还并不算是他用整首诗去做一种宣传，只是呢，他已经用了什么，已经用了诗的文字去达到他宣传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已经用诗的这样子的文字呢，去达到宣传的一个效果。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啊。所以他这里讲，在这样子的一个呢，百业竞争、媒体决定一切的时代，然后呢，一件商品呢，这个当然如果说他要这个让人家知道，当然就是要这个所谓的做广告，做广告。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广告的实在是太多，当然很容易的这个所谓的麻痹啊。因此呢，如果呢那个广告画面啊，或者是广告的一种所谓呈现这个不够呢生动啊，不够吸引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很容易去忽略它因此呢，当我们如果能够用呢心思的技巧转折啊，然后呢让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讯息借由心思的技巧跟转折呢，让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讯息呢，变成比较呢不是实用化，然后能够呢比较界限模糊，反而能够达到呢，达到呢这个所谓的呢，这个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然后呢，这个我们一般的呢，一般的人呢。也会因为呢这样子的一种诗的文字呢，而比较呢这个耐下心来，然后想要去呢一探究竟。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同学稍微讲说，诗的一个表现什么？诗的一个文字就好像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谓的走迷宫的那样子的一个比喻嘛？意象语言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它就是什么？它在就让你在走迷宫。但是呢，当你在走迷宫然后你发现什么的时候，那种喜悦那然后那种印象深刻印象深刻那其实呢，这个就有很好的宣传效果。所以说我们在电视里面以前的那像实体卖广告实体卖的广告都就做得非常特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话都是这样子，它会让你怎么样？先不告诉你什么然后呢希望你可以呢耐下心子来耐下心然后呢让你呢就好像呢在这个迷宫里面呢然后去寻宝一样，然后让你想要去呢一探究竟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为这个我们讲在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为恍为惚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呢达到那一种所谓的广告的渲染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效果。所以说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华航呢这个曾经李办的这个
广告，啊，然后呢，它的画面呢是一幅的荷叶啊，然后呢，荷叶然后有露珠，然后还有两颗清亮大露珠啊，以这个七角分聚在呢荷叶上下两端。那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的时候啊，我会好奇，它到底在啊，它到底是要表现什么？啊，他读啊，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一定呢会这个很难明白的这个广告的用意，然后我们会想到呢，我们要去呢寻求答案，要去找答案，啊，然后找答案在什么啊？我们就可以呢从那个画面，然后呢我们找到了它的文字，然后呢它的画面的右下角就有这样子的几行字啊。那里面呢就这样子写道：小小的露珠，为什么一一来到荷叶上？荷叶上的露珠为什么滚动凝聚如月光？有人说那只是一种偶然，中国人却知道那叫缘分啊。然后那什么，相逢自是有缘，花好一刻为春啊，哦！我就想到什么缘分，就想到什么花，不是常常打到这样的广告吗？相逢自是有缘，然后呢，花好一刻为春啊，哦！所以说，它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啊，哦，然后呢，就会加深呢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效果啊，哦，然后借着呢这个露珠呢这样子的一个滴在荷叶上这样子的一种偶然，啊，然后这样子的偶然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缘分，这就是什么达到了很好的呢这个广告宣传的效果，啊，他就不用呢再用那种死死板板的画一个呢飞机啊，啊，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呢用几个呢很美丽的空中小姐啊，啊，做模特，然后站在那边啊，来讲说呢这花好了，然后呢他反而把这样子的一种东西。把这样子的一个露珠与荷叶的这样子的一个那种所谓的缘聚，那这样子的是一种所谓的偶然啊，然后呢去呈现啊，呈现呢你们到啊来这个来我们华航这个地方啊坐我们的飞机，其实呢就是一种缘分，然后借此给我们让我们当然会要好好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个缘。哦，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哦，那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呢，这个所谓的呢诗的文字啊，然后呢就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啊，那所以说我们在呢用了另外一家呢百货公司的呢另外一页的这个广告，然后呢做例子，它是这样子写着：春天的衣裳。下着流苏的小雨，飘坠的线啊，飘坠的线条，材质风中微风的弧度，半透明的纱褶，吐露那不透明的欲望之心，摆荡，然后无向无尽的流行风潮就深呼吸，参与颠覆创造，和设计大师握手方式永远自由。那这是在什么？这是一份啊，村庄的百货公司里面的村庄广告。这个当然，百货公司呢，这个每年的换季的时候啊，每年换季的时候呢，当然都会做一些广告啊。那当然，现在广告的话啊，那很多人大两折、三折、大拍卖，当然就会能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了啊。可是那是要什么？那是要百货一直就什么那个广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着呢，我们一般的人比较看紧的这样子，现在也打折嘛，啊，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呢，很多人呢去呢这个去采购，可是那样子的话，总是会比较世俗化，就呈现不出呢那一种品味出来。可是呢，这样子的广告它不需要打折，它要诉诸你什么一种品味，这种就是一种高档啊。这种感到，所以说呢，这个诗行啊，董大的诗啊，有一张小照片啊，啊，然后一个呢身材窈窕的你啊，穿一袭带有无限流苏的呢极有时装，石墨滴由黑色的背景中缓缓步出啊，然后脸颊下方的尖角，人际在黑影当中，
似乎有风吹开他的长发，贯彻了嘴角。读者只见到他肃静的额头、亮丽的眉眼及高雅从容的仪态啊，其余有些模糊，除了诗与照片之外，其他都是空白。只在版面的右下段，以小字打上百货公司的名字。这份告诉你，当然就在打那家百货公司以及那家百货公司的品味。然后呢，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啊，那个画面啊，配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时候，那自然而然，我们也许呢，这个所谓的就会想要去看一下究竟，然后去体会一下啊，什么叫做呢？飘坠的线条，才是微风的弧度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会去体会怎么样，向无尽的流行风潮做深呼吸，然后呢，我们去参与，去参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呢，他广告，他用这样子的一种诗的呢文字啊，然后呢，让打动那种读者，然后呢，让他们希望啊，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参与。能够去探索的这样子的一种很好的宣传效果，很好这样子很好的宣传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要讲这个所谓的呢这个广告其实呢它也可以用诗的文字呢，然后去加它的很多的分数，我们这样子讲。所以说呢，诗虽然说诗，我们大家讲早期的话，它可能只是什么流于的个人情感的表达，那或者是呢，也许作者呢，我们刚刚讲的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诗，也许不管是赢得文明呢，就好像早期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的作家一样，他们成就了他们不朽的事业。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在往往呢，大家讲诗人呢都是穷人啊，诗人都是穷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21世纪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消费的世纪，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文采不那样子的拮据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所谓诗啊，然后呢，其实它也可以做一种所谓的什么做一种所谓的那种广告。然后呢，它当然达到很好的一种所谓的效果啊，也就是说，它虽然说有它的这种所谓功利性，好像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了很多人也许会这样讲啊，这个从事这个文学创作的人，从事文学创作的，他都是呢要比较清高的，或是怎么样啊，是一谈到了这种所谓功利的啊，都好像就退避三舍了，就怎么样？其实不虚的，你把美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呢又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那其实呢稍微功利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呢也有它很好的很好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作用那好，谢谢老师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今天的这个结语的部分呢，就跟的所谓的打造新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大概是这近几年来呢，那么各国呢都非常积极呢，在这个发展的。我们大概从大概2000年。2000年开始呢，就有这种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这样子的一种很多政府部门里面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推广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推广，那当然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呢，那也许呢可能包括呢除了包括电视电影啊，然后呢还有包括一些设计啊一些设计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那其实在香港啊，他们还有他们即使是这种所谓文化创意产业里面，他们还有特别呢这个所谓的关于呢这个广告方面的一种所谓文化创意
啊，这样子的文化创意啊。那所以说我们来讲，这个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呢，那当然就是所谓结合了文化跟创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创意。那广告的文化创意就是什么？当然，除了我们知道一个广告的一个广告，它当然会包含很多的元素啊，包括呢这种所谓的如果说我们以平面广告的话啊，平面广告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包括呢图片啊，包括图片的一个设计，还有包括呢它的呢这样子的一种文字的一种经营。啊，然后呢，画面的一种所谓取舍。那像呢，很多的那种包括电视的，或是我们讲的那种荧光幕的，或是那种的广告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些声光种种的那一些啊。那可是除了这个之外，那当然有画面，它当然可能还会接什么也就是说影像会结合的声音，还有结合文字啊，文字啊。那在这个方面当中，其实文字也。有它也可以呢，再有一些呢，很重要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角色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文化啊文化这个创意产业当中呢，啊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呢，我们当然呢，除了我们刚才讲，除了有这种资讯的那种设计的那个部分啊，然后影像等等工作，其实呢，文字它也可以呢，让这个所谓的那种我们讲的。那种广告更加的有创意，然后更加的能够呢打动人心啊，这也是好的呢一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可以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啊。所以说呢，当然现在我们的那个虽然说没有把它独立出来，我们在香港有把那个所谓广告的那个。文化创意广告特别独特，那在台湾呢？可是虽然说是没有，可是呢，现在这种广告人呢，广告人其实也非常的多啊。那么这种所谓广告人，他就是要能够什么？结合我刚才讲的，简单的说，所谓的那种影像、声音跟那个所谓的文字啊，然后呢，你能够很密切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结合的话，那自然而然呢，他就可以呢。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广告呢，广告呢，跟这个现代人的生活呢，可以说几乎呢，已经连成了一片的花圃一样。因此，我们如何呢，能够让广告呢更有创意啊？其实它是一个呢，我们可以这个发展的一项呢，这个文化产业啊。那广告结合了声音、影像、文字啊，那如何让这广告更加吸引消费者驻足的目光啊？那像这个诗的意象语言呢、那么或许呢，可以让这个广告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啊，然后更丰沛呢它的文化宗旨啊，然后开放出呢这种所谓的具有创意的这样子的一种花朵啊。所以说呢，这个诗呢，啊。诗啊，它当然除了可以表现情感之外，啊，我来讲，其实它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创意产业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参与的。所以说，很多的我们可以讲，文人呢，我们不应该呢，这个自己呢，好像呢，窝在了自己的这个小阁楼里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呢，这个积极的，比如说呢，现在社会的脉动呢是怎么样？那我们呢？当然呢，我们可以呢配合，然后呢，组成呢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然后经营出呢很好的文化创意，啊，可以经营出很好的文化创意啊。那像现在的有很多包括有声书啊什么的等等的这一些，啊，其实都是呢，都是可以呢发展的。啊，时代呢，时代的巨轮它是不断的呢在这个发展当中啊。那当然。这个诗呢，啊，诗呢，它也可以呢。我们讲，现在我们刚才讲很多事情都要多角化经营啊。那诗啊，我的结论是呢，诗它也可以呢多角化的去经营，除了表现情感之外，它还有很多的部分呢，它可以去呢发展。好，那大概今天的演讲呢，
就先呢、啊、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留一些时间呢、啊，同学稍微想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或是启涵老师有没有什么话要补充的、啊。然后等一下，同学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会留一些时间啊。然后呢，同学啊，我要讲同学的，为什么这么这么麻痹呢？谢谢，这个我教过书啊，这个很难免啊，这个出了校门，他还在同学，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那谢谢师承，今天他谈到的这个广告宣传的话呢，就如同他刚刚所讲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是密切到已经不行了啊。那甚至我都会觉得有时候，我看电视好像跟看广告，有时候。通常有些以前我们都讲的广告时间是我上上洗手间啊、洗洗手啊、洗澡的时间，但是呢，现在有时候呢，这个广告时间呢，真的有很多广告会让人很感动哦。那让人感动的广告呢，就像刚刚所讲的，你如果太制式化的东西，还真的感动不到人。可是现在很多广告真的是太佩服了，尤其最近的话呢，这一两年非常流行所谓的微电影。啊、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广告就用微电影的方式在推出啊、还有很多版啊，什么这个第一版的这个男主角，然后女主角，两个女主角你要选哪一个？它就让你呢一直引起你的兴趣，你就会去追查到最后结局会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广告的模式啊、哦。所以呢，总结一句话，诗其实非常生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出所谓的“生活有诗”这样的系列出来啊、哦。那今天师承呢，他刚提到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跟广告跟诗做这样的结合，不晓得大家有问题？给你们还有很多时间来，有问题的话呢，欢迎举手啊，能够把它考倒最好。来，那个麻烦麦克风，等一下，麦克风这边。我姓林啊，没生气，屏东教育大学校友。我在那个高师大的国文系一场座谈会里面有提出，我现在再把它提出来啊。外孙女读那个北部的科学园区的贵族学校，有一天回家告诉我阿公，学校规定每一个同学交一篇诗词的创作。那我问他主题是什么？生态词。我就马上联想到校长有意要做行销广告学校的那个品牌。生态决定做得很漂亮，好，我就叫他字典拿过来，我和那个外孙女就开始讨论了。那我就问他，你们那个学校生态池啊，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比较美的部分啊？比方说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哦，有鱼，各种才艺的，很简单，鱼儿池中游，要奥运。字典要拿在手上，要奥运，也可以用七个字的“鱼儿这个成群水中游”，都可以嘛？那他决定说“鱼儿池中游”，还要看到什么？他说还要看到浮萍，浮萍水上漂，还要看到什么？青蛙，青蛙哇哇叫，呱呱叫，还看到什么？蝌蚪水水游，很快就出来要奥运哦。第二段，我问他那个岸边有看到什么？哦，岸边有看那个水草绿油油，奥运嘛，又奥运。还有什么在空中飞没有？哦，蜻蜓忙点水。我问他还有什么美美的在空中美美？蝴蝶来飞舞。还有岸边还有看到什么很漂亮哦？有看到很多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小花，花形像小丑，也可以用七个字，也可以五个字，都可以。好，他第二天交给学校，他校长很震惊，拿到那个北部去发表，他没有讲哪一个，我应该猜应该是台北的都会区了。哦，那么社会大众看了、啊。校长拿去的这一手，足足就要拿他的去，我觉得很震惊。社会大众会有个联想，这个学校的广告形象应该是生态池，有意塑造这个品牌啊。这个学校的这个生态一定是美美的，哦，社会大众会有这个意向出来。啊，不晓得这个大师为了什么要再修什么
五元也可以，七元也可以，啊，五个字也可以，七个字都可以造。好，那个谢谢那个林老师啊，那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要去那个，像我刚才大概有听的那个你介绍的，这样子他那个生描述呢那些生态。通常的话，以我刚才稍微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它并不能算。如果说我们要以诗跟广告宣传的话，它那个文字特色并没有很杰出，因为它只是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地方的生态有什么。我刚才不是有跟那个各位朋友讲一个所谓的诗的文字跟平常的那个文字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平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才你不是有告诉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是我们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那是我们告诉你。可是我们告诉你的话通常呢其实是不会很深刻的，我们直接因为我们人只是接受一个讯息而已。可是真正如果说以后要，因为我跟他讲说，如果说真正的你要去深刻，要去能够打动的话，叫什么？你要想办法去让他去走这，要带他到那个地方去，而不是告诉他这里有什么。因为这里有什么你都已经告诉他完，你都已经告诉他了，他还要不要去看？我们如果说讲，比如说现在高雄，我们可以讲，比如说到现在的爱河都那个，现在不是那边整建什么，有盖了很那个生态，那个有很美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讲啊，你要去，比如说宣传这个地方很美，你是要告诉我们爱河里面有什么，有那个白鹤老城，然后那个地方树，然后小桥有什么？我告诉我什么都告诉你的，会不会吸引你来看？我们会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说，啊，你都告诉我了，然后呢，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说这样子的一种，当然我就说必须这样讲，就是说那个宣传的，比如说广告宣传，它其实是有很多层面，它可能很重。比如说现在比较，我们现在比较重，在现在这样子的时代，它比较着重的是一种所谓的那种影像的。影像，因为我们现在的接受讯息，然后就是一般现代的人或者都比较用就像那种电波图什么，都是那种画面的去沉淀。你那文字可能我们当这个在那个地方沉淀，文字我们在文字里面沉淀实际上是比较少。可是你文字真的如果说有办法让人家沉淀，那样子的一个深刻呢，其实是呢，会让你。会让你那种心让你难过，那你要让它深刻，要能够沉淀，就要怎么？不是告诉你什么，你要有办法，想办法要带他去你的，要带他去。比如说他有要介绍呢，他们比如说那个学校里面那个生态池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色，就不是告诉你这生态你可以看到什么。而是要什么？这个当然，让我直接，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用诗的，因为这种诗哦，诗的文字呢，你要直接就是要去什么？你要想办法，当你放空之后，然后你要有一种能力，一种那种力量，或者是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一块，也就最近我在这个那个就是少林的唱歌很痛，有一种我们真的你唱歌要唱得好，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你的身体里面，你要能够掌控，那就是气，唱歌要气唱，那气在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然后呢，你有办法呢掌控你身体里面的气，
然后呢去唱的话，你就能够唱得很动听。那甚至包括那同样的呢，这个文字的经营也是一样啊，它有一种能力叫什么？能够去牵引，牵引然后把你带，啊，然后带到你什么？带到你真的想要去，那就是那种诗的魔力就是在这里。我们刚才讲到说，所以说变成我们刚才讲，你当然就是说很多的那种宣传，我们当然也可以就是说直接告诉你，很多我们现在就接受到的讯息，比较多，也许我们就都是那个广告商的单，也许他们的目的叫什么？我要告诉你什么而已。可是这样子的一种广告宣传，我会觉得就是说，它就少了一种感动，少了一种那种深刻的感动，而那种深刻的感动就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能够，啊，那个广告如果说可以带着用一种心情带着去，啊，去这个所谓游览他所要啊让你看的那个地方，那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心情进来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会觉得，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古诗啊，或是什么，我们可能就是说现在诗，就是说五言啊，或者七言。其实现在我们刚刚都讲到所谓要写诗，写的所谓现代诗，倒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一定要押韵。我觉得押韵不是很重要，啊，押韵的话，那个可能在歌唱的话需要。可是真的诗的呈现倒不是要押韵。可是诗里面很重要的有一个东西，那一种就是什么？我常常啊，最近我有跟他，因为我跟有一个朋友哈，然后我们都一起呢在那边练习，在跟着那个在学唱歌或什么。然后呢，他有看过很多诗啊，可是他给我一个评语，评用，你不是那个材料。他就直接跟我这样子讲。我那个朋友呢，他只有呢高中都没有读完，高中没有读完，可是他看我的诗直接有评语，我是个学生。为什么？他就说什么，我里面没有那种欲，没有那种那个情感的那条线在那里。我那个朋友他是也算是一个怪才，我讲他的那点，他凸显一下呀，他那个时候他跟我同年纪的，他那时候参加联考，我们以前是那个总共总分是700分的，国文是200分啊，大概那个夏老师也知道，你知道他国文考几分吗？那个时候我国文考160几分算不错，你看考完全187分，我可以说他大概是全省最高的，可是他高中都没读过。那时候187分是怎么样的分数？也许你现在很难。我们那个时候往后填充作文那种的，大概你能够考到170分的国文能够考一分，那算很高了。他是187分。那就是，可是他只有考上南二中而已，他只有考400多分，可是他国文考187分，这个可是他其实有没有看？可是他看我的诗就说，他就摇头，他是说还好啦，可是他就觉得我就是说那种没有啦，表示就是说在那个文字的很重要的这种，不是华文，但是那个文字的情境当中的一种那种去吸引的那种力量的没有，他都直接在跟我讲说，我最近啊，因为他少写诗啊，但是他那时候好像就写的都差不多了。但我再回答，就是说啊，脱离那点，就是说不是只有告诉你什么，而是能够有那样子的一种力量，然后去牵引，然后去带动，自然而然去感动，这样子。好，谢谢。那个叫满意吗？我再补充一下，刚师承所讲的啊，就说，其实刚你念的那个应该是比较偏向古诗的写法。那因为我们这次诗与生活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能主题会偏向所谓现代诗。那所以师承刚才会跟你讲说，并不要押韵啊什么的。
那我想这个古诗也好，现代诗也好，都是诗的一种种类。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广告里面不止现代诗，古诗它还是有很多应用到的哈。所以很棒啦，你孙女儿啊，很棒哦。那他刚提到的说，你都把人家所有的生态词里面有什么东西都讲完了，谁去？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广告的悬疑性，就说我都不跟你讲清楚，我可能就带着你，然后告诉说，哇，你看听到没？孩子在朗读，你听到了没？你呢？听到树上有鸟在叫，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一个小学校有这样一个什么都不讲的点点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点点点，那个就是请你自己去看吧。那当然中间你还可以放下很多的一些比较有情感可以带领的一种文字放到里面，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广告的魅力。我不晓得在座的话呢，我们这么多的广告当中，你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我真的是呢俯拾即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特别让你看完之后你真的眼泪都会掉下来，你真的就会想去把那个产品买过来。但是有人常会讲说，很多的广告往往我们看完都掉眼泪，但是我还不知道它卖什么。这个说真的有点喧宾夺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哦。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我以前有一个广告叫什么什么中华心，什么什么豆腐心，对不对？像比如说原本山是座山，什么什么像这样的东西，那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哪像诗啊？这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文案，文案的一个制作哈。所以广告当中的文案非常重要，我们常一般讲的广告 AE 啊。所以假如说诗你能够好好运用的话，其实都可以成为非常杰出的广告人才。好，还有没有问题？我是老师的学姐啊，我们学工程的人就是讲究实际嘛，讲究尺寸啊，要正确啊，什么什么的，就不会像那个文学的那个诗啊，会很迷情，一种迷呀，迷情。所以我现在虚岁65啊，那我25到30岁之间的时候，我在台北进修。然后我就会看报纸，我每天都会看报纸。有一个防污广告，就是5分钟抵达市中心。你看那时候我才20-30岁的时候，有车的人真是太少了。那有什么地方是在离市中心5分钟的地方？而且那个防污广告是别墅型的，在山上，在山上的。结果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四周围的一些认识的人，有的台北来的，他们就说啊，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坐几号车，你就可以进去了。结果我也很好奇啊，我就到他说的那个地方，我就坐车子啊，在那里等公车的时候，忽然间有一部那个别墅的专车来了，我就好高兴啊，哇，竟然还有专车呢，我就跳上去。结果就开始算时间了，他一开车，要绕山呢，绕到他们的站到了的时候，我看时间，真的5分钟了。那我还没去搭上他们的车的时候，我自己就很好奇，说，他们用车你怎么样去住那里？你怎么去上班呢？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买房子那个专车的价钱也已经把你算在里头了，所以当时在我身边的那些台北市人就说很贵，你买不起，不相信你上去看看。我真是很贵啊，但是不只是说山上的房子，那时候的人想说，哎呀，真是那么紧啊，就干脆到山上去，因为那时候房子不多，真是说房子还是公寓的时候啊，就是那种5层楼、6层楼的，那你会到山上去住，你可能就是自己要有车，以为是不是有钱人在买啊？原来没有钱的人，只要你有现金，也可以去买，因为他有专车吧。所以我才知道说，5分钟到市区。那到那个市区，并不是说到台北火车站，是因为台北市很人很多，那个区每一区都是算市区，所以山上的房子离市区5分钟。谢谢。
这个现在好像蛮多这种建筑商的这广告的悬疑的就在这边哦，然后常常他跟你讲说啊，对啊，你直线距离不是所谓的真正的路的距离哦，我想这个也是广告的一种它的炫惑的这个地方。好，还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曾经想过？我觉得广告其实是一种真的很生活化的东西啦。有没有谁现在要告诉我们，就是你曾经看过的广告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都没有，我就要讲哦。只是神游吗？还是我先讲的话，其实我看过广告哦，现在猛想起来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是一个，我先不告诉你什么广告，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影片，然后在影片当中呢，它就是一个爸爸骑着脚踏车，很破的脚踏车，后面载一个女儿啊，然后哐哐哐就行走在那种乡村的小道，然后走啊走啊走的时候呢，就到一个糖厂。然后去买冰啊，买冰之后，这女人在那吃冰啊，这是第一幕哦。第二幕这个地方呢，她就呢，这个女儿就打电话说：“爸爸，我要回家了。”原来是这女人已经到台北工作，她一定要回家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她就跟爸爸说：“你不必来接我，我自己会回去，我知道路。”这样子啊。第三幕就是，爸爸那个女儿到了那个家里家的那个车站，然后她就停下来一看，哇！冰，哎，你会想起小时候坐在爸爸的这个脚踏车后面吃冰的那种温暖，所以他自己下去买了一个冰。然后买了一个冰之后，他一看一走出来，他爸爸在那等他，在车站那个门前在等他。不是跟你讲不要来接我吗？然后爸爸就回了他一句：“我怕你忘了回家的路。”然后呢，爸爸就呢骑着他那一部好几十年的脚踏车走在前面。原来那女儿是开着车的，开了一部他非常刚买了一部新车，他就跟在后面。然后呢，这一部车呢就尾随着爸爸的脚踏车，噼噼哐哐，噼噼哐哐，他就在后面一直跟，一直跟，跟回家去。请问你他要广告什么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广告的悬疑性哦。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他到底要跟你讲什么？他要讲的是，他整个主体就是那个爸爸的背，他爸爸的背，他小时候的那个爸爸的背是他靠在里面很多文案，包括刚我所讲的那句“我怕你忘了回家的路”，那个都非常感动人哦。所以我觉得广告的东西真的就是很迷人，刚才你讲的就是一种迷人的东西哦。好，还有没有？有没有谁要分享一下？有没有？你想起来的有没有哪些广告？来，郭老师。这个广告在几年前也常在播了，就是它最后有一个句话是：“钻石恒久远，啊，一颗永流传。”它这不太重要了，这最重要是后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先了解一下，看过这个影片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电视广告就是钻石卖钻石广告，感觉上好像 OK 啊，也蛮多人的。好。那后面他讲那句话，能够讲出来的警局是？好像当然，因为这位小姐她不知道，你知道？一颗永流传，对，她说后面那一句，对，一颗永流传后面的，不知道，好来，那你这个大部分来讲的话，大概过100个，可能就一个两个可以讲出来。嗯。他后面讲的是那个钻石的品牌。嗯嗯嗯。好，但是。真的到处去都没有人知道那钻石品牌，那个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对对，那是一个法文。嗯，法文。啊，对。后面是讲一个 De Beers。De Beers。De Beers， 这个是一个钻石品牌啦。嗯。但它目的它并不是要让人去记得那个钻石品牌是什么，因为在它的目的是希望你去买钻石就好了，什么钻石都可以，只要你去买钻石就好了。所以他花那么多钱在拍摄这个做这个广告的时候，他其实目的只是在这个为钻石业者这个产业打广告，并不是他为他自己打广告。那为什么呢？这了解是这样子，因为钻石在全世界是有少数的几家公司所经营的，所以你不管买 A 品牌、买 C 品牌、买 ABCD 的钻石，都是买他家的。好，是这样的，所以在我要分享是说，在商业广告，因为它的成本、拍摄成本、制作成本还有国际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好一点的广告，它其实后
面向非常非常的多，那可能不是我们消费者所能够当时预计的。那最差的广告就是像说播了之后大家不懂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好像日前那个高铁有拍了一个平面的广告，有一个美女画脚躺在高铁椅子上面，好，然后大家又看不懂那个广告是什么意思嘛，然后就记者拿去访问人家说，哦，这可能是说高铁的椅子很舒适啊，是这样的，大部分人是这样解读的。那其实那个广告真正的用途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坐高铁的时候不要把脚放到椅子上面去，所以那是一个比较错误的，它传递的印象，它所传递的讯息让看到广告的人解读是错误的，那就是一个失败的广告。所以他也没有说不要做这个事，反而他广告出来的时候，大家想说，哎，高铁可以这样做，这个广告正好是负面的，对不对啊？所以广告真的很重要啊。好，还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你，还有没有要说？没有了，好，谢谢，这个是我给师承的礼物，谢谢你，谢谢。哎，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还是要做广告啊，来看一下文学人下一场。我上一次刚刚才讲过的啊，7月8号有一场这个萧泽伦的他的这个诗歌的吟唱，而且是用唱的，他是用唱全程用唱的，还有朗诵的，可以大家来听听看啊，那会让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诗的一个响应呐，而且是个年轻人，是个年轻人。然后接下来那个旅美作家的，这我刚说了，这个到场的前10名。我们会赠送他的书啊，那现在我网站上也在正在举办跟他有关的极短篇的这个写作比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下一场我要说的8月19号，那么这个诗人本身呢，他呢也出了一本绘本诗集啊，所以他呢会画画，会画漫画，会写绘本，会写诗，而且她会手作知道吗？就是做了很多自己的动作，很有才艺的女孩，她还会自弹自唱啊，所以呢网站上面真的是人才济济的啊，所以她的题目叫做跨界游玩诗歌绘本手作，她什么都端给你看就对了，所以我想呢那一场也是精彩可期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也如果还有问题要请教师承，可以会后再来讨论。那有3次的已经达到3次的可以到前面来领奖品，那没有签到的一定要签好不好，因为我们那个赠送的这个奖品呢是以你签到的为主哈。那如果你今天刚有一个小姐跟我讲，如果我们上一次有事情没办法来，没关系，我们寄到累积到下一次。那只要是其他文学馆办的活动，我们全部都累积啊，好吗？好，谢谢大家。